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3月11日，伊东纯也想参加下届世界杯。近日，蓝斯中场伊东纯也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想参加下一届世界杯的意愿，并对自己此前的表现进行回顾。伊东纯也表示，在世界杯结束后，我有一段时间表现得不太理想，也许是因为有些疲劳吧。虽说自己没怎么感觉到，但它的却存在。好在现在我每场比赛开始前都能调整好状态，不过说实话，世界杯的却对身体和状态都有一些影响。虽然我已经30岁了，但是在体力方面我感觉自己没问题，还能够继续保持状态，因此我还想参加下一届世界杯，感觉自己参加下届世界杯没有问题。很遗憾卡塔尔世界杯与半准决赛失之交臂，但下一次世界杯希望我们能顺利杀入半准决赛，希望自己能为此贡献一份力量。伊东纯也最后说道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